34间的教室，总共是12,948万。那我们的决标经费是9960万。那由杨勋照我们的建筑师事务所规划设计，由佑正的营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营造。那工程总面积约我们的5337公尺，主体为4层楼。RC 的一个建筑物，那本工程预计在106年5月29日完工。那完工后将可以提供我们全校师生更安全、更优质的一个学习环境。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慈爱基金会帮我们学校搭建了一个大爱教室，总共16间的药教室。那更感谢我们周边的一个邻居啊。那对于我们学校在大楼重建的可能影响到他们一个噪音或是不便的，给我们最大的支持。那今天就是我们斗南高中校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工程相当的浩大哦，啊，投这个决标的金额将近要一亿了，对哦。这嘛差不多是我就任年外以来单一最大的学校校园的这个建设的工程哦，意义非常的重大。我相信，以教育的主管这样欠亏的情形之下，中央愿意挂下来只有2000万左右，13的这经费哦，实在是真不简单。这一方面表示讲咱这高铁的数据啦，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斗南高中啊这个的新学办学的这个绩效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肯定哦，也可以变现来完成了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我们相信对于提升我们的教学品质呢，一点点有真大的帮助的变化。第一个是三太子，第二是一对，第三是人流嘛，哈，人流三个表演哦，靠课余的时间，大家非常辛苦的练习哦，啊，所谓台上1分钟，台下要10年功了哈，啊，非常的不简单。我们对于刘校长他的办学的绩效，对于老师的这个辛苦的付出，还有我们同学们你们努力的学习，都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啊！希望我们斗南高中啊，不管讲是硬体的建设，不管讲是教育的精进啊，都能够作为其他各级学校一个典范。